哎，其实鸭蛋好吃呢，鸭蛋超鲜，比较营养的。哎，比较营养。哎，真的捡那么多呢，多收获，哇，好多哦！真的好多哦，整桶都满了。在那边还一堆的，口袋很深哦，口袋很深哦。喂，丫丫回来喽，好有规律哦，都排队整齐的回来了。呱呱呱呱呱，涂鸦报道，我回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娘，最近鸡蛋贵，就来捡鸭蛋吃吧。这里是图片空秘境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私人秘境。今天有好多人来这里捡鸭蛋哦，这些鸭子大公无私，鸭蛋下在野外，肚子空空就回家了。最近我们这里真的很缺蛋，其实大家来捡鸭蛋也是不错的选择，鸭蛋的营养价值不少于鸡蛋。我当时不知道鸡蛋要涨价，刚好买了很多放在冰箱里，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始涨价，所以到现在还没吃完。这两天剩五六个，看是否捡一些鸭蛋回家嘞。这些鸭子真的很勤劳，很会算账，吃的鱼虾。如果你来可以带一些面包屑给它吃，或者是馒头，这些鸭鸭可很喜欢吃哦。那有兴趣你下去，你勤劳，你也可以捡到鸭蛋。这里是绝对没有污染的，因为都在山里面，生活在这里的鸭可以说是幸福的鸭。看，忍不住了，往下丢面包给它吃，怪不得它呱呱呱的上来，知道有人来了会给它面包吃。不管什么样的动物都是很通人性，知道什么时间会有人给东西吃。看，果不其然，大人小孩都在这里玩水。有的人喜欢玩水，有的人喜欢捡鸭蛋。看，手里都拿着鸭蛋，还怕摔倒。你们最幸运的。这么厉害哦！哇，真会找啊！我们从来没去找过。哦，被他们找到了。在那个水的旁边的草才会生的。啊，那在锅好像也有。有差不多一斤的嘞。哎呀呀呀，两个有吧？还浇它大了，能量浇它。中间的缝啊，可是那里水很深呐、啊，那里水很深。不算深啦。这个不算深啦。要凹草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妈妈那边，石头边啊。哎呦，你不要过去啊，那里深。你要跟你爸爸讲，你不能跟我们讲。那里小心石头，等下你带你过掉。那边很深，不要过去。那都在深在那旁边。哦，口袋满满都是蛋。小心小心，你不要那边太深了，不要从那边。因为我才扎着呢。哥哥走路好快。我走来这边没有水的地方。你哥哥还有裤子可以换吗？你那边电能是莫拉出来，无彩你滴。不要只站那边不动。一大会有吗？那你看看啊，你找看看啊，因为刚才你们从那边没注意看，因为都一样白白的，你没看到。可是为什么刚才上面会有鸭蛋？上面也有鸭子啊。上去就生了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它一定都在水旁边生蛋啊。今天没提汤啊，来对。去，你去找桶。弟弟啊，你去拿那个桶子或袋子啊，来，你要回来，不然你怎么装？好了。好，去，你过来。做就是了。哎，来。啊，要分摊哦，我们也要带几粒回去煎来吃。哎，其实鸭蛋好吃呢，鸭蛋超鲜，比较营养的。哎，比较营养。哎，真的捡那么多呢。哎，我们捡那么多，
多哦！哇，好多、哦！真的好多、哦！不要等我都满了。在那边还一堆的，口袋很深哦，口袋很深哦。哦，没办没办，你在这边等我。没有啦，你桶子带过去啊，桶子带过去点啊。哦，啊，你在那边刚刚的那个石头那边等啊，你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这里啦，那里啦。那个另外一个了，哎，那两粒啊，你要找那两粒啊。弟弟同志，不要打翻嘞、欸！等一下，打翻你要破掉。你先放着，你这样你手很重，你放在平平的地方。你那个桶子放在平平的地方，这样你不要一起拿嘛，你太累了啦。累算了，怕打翻的。现在捡那么久，一下就没了。放平，放平了哈。他捡那两粒呀。中午吃的东西都没了，等一下再第一只。嗯。啊，这要是小孩子来玩，就是很好玩的嘛。小孩子来，一个礼拜都来一次，之前每连续来三个礼拜。真的哈、哦，那么这样子。夏天可以玩水啊。啊，对。夏天水比较干净，比较清呐、啊。看不到清楚。比较深一点了，现在太浅了。夏天水比较多。嗯，对啊，对，那个比较深的地方，他们就是在那里玩。捡蛋的人呢？哦，还在那。那刚才那里、说他还没。哦，又一袋出来了。那个水深一样，你危险。这个也不要。那、都温温的。对呀、啊，哇，是。温温的，就是刚生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就刚生的啊。温温的。啊，你有没有留一粒给他装窝啊？哦，三颗啊。哦，真的，大收获。嗯，我已经有半桶了。有半桶了吧？哎，真的，已经换满了。哪有他这个？哎，换满了，真的，够夸张耶！不要，那一堆你不是说还有很多？拿出来了啦。我们可以分摊啊，我们也要煎啊。对啊。我们也可以带体力回去煎啊。清明连假就要到了，如果你有空有闲，就可以来太平图片空，走走河边，捡捡鸭，看看蝙蝠，泡泡脚，喂喂鸭。听刚才那位美女说了。小朋友就连续来了三个星期了，看起来这里是太好玩。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走访图片空的秘境。好了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